Google 地图在今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支援深色模式了，不过当时只有少数用户可以使用。今天发现已经开始让大部分用户都可以启用了，所以这段影片和大家分享如何开启 Google 地图的深色模式。先点击 Google 地图，然后点击右上角自己的头像，然后选择设定，那里面就有一个深色模式，好，点击开启，这样你的地图就变成深色模式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的话，可以先到 App Store 把 Google 地图更新到最新版后再来试试看，应该现在大部分用户都可以使用了。